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，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，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。那我可以坦白说，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，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，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，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，让我们身障者呢，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、生活的管道，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。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，来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，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。各位好，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一个提示词插件，这个 Propertin All in One， 这个有用过 SD 的都知道，就是它进去的界面就会跟 SD 一模一样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这样，你可以直接用点的点这个单字，然后就会跑到这个提示词里面。那这个插件怎么安装呢？我先跟各位说，它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旧的，这个 Propertin All in One， 那作者有说它不更新，然后以后会更新新版，就是这个，两个都是 V0 开头。那他有说哈，这个新的哈，很不稳定哦，大家如果要用的话，就是会有很多 bug 就对了，他还在修，那以后他只会更新这个，那大家要稳定版的可以先用这个，这样。那还有就是说呢，他这个呢要怎么安装呢？一样，在这里管理器 custom node， 然后你搜寻Within 就有了。然后就是有两个，一个是旧版，一个是新版。那因为新版有 bug， 所以我还没有用。那我是先用旧版。那安装好之后呢，你重开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圈圈 Within， 点下去呢就会有这个提示词。那各位的提示词呢，都是按这个下拉自选单，这里就有。那各位提示词跟我的一定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我有另外在做过，这个我有另外在做过这样。那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会把这个我的这个提示词呢放在这个影片的说明栏，大家自己再去下载。那还有就是说呢，这个要怎么用呢？它本身有自己预设的节点，就是这个 Within 这个 String 这个，在这里你如果装好就会看到这里。那这个你要用的话呢，因为它是 String 哈，它不能直接连 Clip 文本，那你要连 Clip 文本的话，就变成说呢，就变成说呢，你这个 clip 文本开起来，然后呢，你要先把它转换，将控制转为输入，文本转为输入，这样，然后你连过来，这样这里的提示词呢才会进来。那这个有两个用法哦，这个提示词框你可以按这里，然后呢直接按提示词，然后你再把它关掉，就会进来了，有没有？那另外一个用法就是说，你可以按这里，然后把这个打勾，然后这个提示词填好之后呢，你可以就是随意的输入这个文本的提示词，你只要点下去，它就会问你要不要贴进去，这样，那你贴进去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那这是传统的 ConvUI 文本编码器，那你如果习惯的用这个 A11 模式的话，也有进阶的。然后这里可以选模式，这样啊，你自己去选你要什么模式。那这个正负向提示词都是这样用啊，就是一样，这个文本编码器贴过来啊，然后负向也是，你就再做一个 clip 文本，就是这样拉过来，然后。condition 就是
拉到正面、正向跟负向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纹身图的二阶段高清修复的工作流。那基本上这个插件就是可以直接这样用了。那还有它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可以在这里输入这个中文，它自己会帮你翻译。比方说呢，我现在这里输入月亮，好，你按 Enter， 有没有？它就进来了。那你把它关掉，那你就是按这里转为正向提示词。好，那我们就跑一次看看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就是这就是这个提示词的功能，这个提示词插件的功能。那你如果不想用 A11 模式，你就用传统的这个文本模式也都是可以的，这都是可以的。我们也来跑一次看看，有没有都是可以的。那因为我这是 1.5 的模型啊，所以跑起来很快，要相对的脸也比较容易崩了。那大家可以再去依靠这个图片尺寸，或者是加一些 embedding Lola 去进修这样。然后他这里有说，他是可以直接这样。那还有他有说，他这个 Lola 是可以直接写在这个提示词里面的哈。那只是这个 Lola 呢，它这个 0.3 0.4 意思是 模型强度跟这个 clip 强度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个 clip 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实际上是有两种强度要设定的这样。那你可以只写一个数字就好，就只写前面，那后面就会一样。那你如果要两个不一样，就两个都填。那这个 Lola 怎么用呢？一样啊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在这个 HR Network 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去读取 Lola。 那你就直接按下去， Lola 就会跳出来，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去填你要填的数字。这样，像我先把这个删掉，我在这里按下去，好，它这里有11，对不对？那我不要，我就直接用 0.8， 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按叉叉，然后直接把它转换为正面提示词，就贴过来了。这样，那跑出来的效果呢？我可以跑一次给各位看。好，这就是效果。那这个我的这个额外做的这些提示词呢，这个我档案会放在说明栏给各位。那抓下来呢，各位就放在这个 custom node property all in one group text 放在这里。那档案名称其实就是这个Custom 这个。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各位。